怎么这么憔悴，脸上皱巴巴的？我快被那声控灯折磨老了十岁。哇，好干呐、啊！就快赶上这脱水海绵了，一样干巴巴的。那怎么办啊？我晚上还要直播，化妆铁定卡粉啊！别怕，正好我趁三八女神节活动买了新的面膜，敷一面补救一下。那就是这个巨补水的 WIS 玻尿酸面膜。面膜不都一个样吗？那怎么能是一个样啊？这个面膜里面是大中小三重的玻尿酸精华，比单一的玻尿酸补水力更强，不仅能够给肌肤框框灌满水，还可以把水锁得特别好，而且它的膜布上脸也很舒服，是那种很薄很薄的膜布，可以很好的服贴在你整个脸上，一点都不会觉得闷，敷完剩下的精华还可以涂涂手，敷敷脖子都是很好的。哇，真的好舒服啊。那可不，里面还含有维生素 B5 和龙胆菌，像最近换季啊，皮肤脆弱容易红红敏敏，敷上一片也能舒缓维稳哦。皮肤就像喝饱水的海绵一样，砰的一下充盈起来了，水水润润的，以后可以多敷哦。的确水润了好多啊，摸起来滑滑嫩嫩的，都看不出昨天熬夜了。女神节还有活动吗？我也去买两盒。不是，Oh.